送走。我老婆包成啊，我老婆，你们老不信这个他妈梦幻标志性人物啊！我跟你说，第一本高招架，如果说这本招架掉了逆批，我现在就给刀转钱，好吧？我说的，可以吧？不用转了啊！第二本就不关我的事了啊！第二本看天看命的啊！小韩有没有高神技啊？仓库有，普陀25号仓库有。打本，你听我的，第二本打本高方，或者打壁垒都行。哎，涛怪，你觉得咱俩只要合作打的宝宝，是不是都死了？那你是扯淡，那我们的力批不都我们合作打成了吗？那多技能不算啊，正常打胚子，咱俩只要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死了，你记得不？怎么可能？成了好多啊！哼哼哼！所以我决定，这个宝宝让我独立完成，好吧？让他彻底死在我的手上。就我打出来可以的，你们记得那只13技能皮蛋就是我独立完成的，你们记得不？嗯。那也就是你要把别人那个宝宝找得成的，你知道吗？立批，稳啊，非常的稳健啊！哇靠，非常的稳健啊！神技招架打了第三本，我决定高防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多是先打前排输的？嗯，先安全起见嘛，搏是在后面搏，前面不要搏，前面悠着打。前面技能多，同志不太会掉的，后面基本上很容易掉的。那你肯定先拨前面的呀，先把机会留在后面嘛，对不对？这本高防也非常稳啊。一批去最后一个了，一批去最后一个位置了。看到啊，一批稳不稳？信神技招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。高幸运不能打啊，为什么不能打？我怕他大推啊，我怕他大推把我那个灵神技给我推掉了，我暂时不想掉神技，我要保护住他。这个时候吧，夜战，我们跟夜战可以不打的，有低夜的，有低夜吗？哦、嗯，那我想一下打什么啊？哎，你这打低夜，咱们不要低夜吧？我觉得低夜没什么意义啊。那，你先打嘛，最后掉低夜你再上高夜。这宝宝要感知不？不要。那你要哪些书啊？我操，偷臂吸高神儿。老杨啊，你最后肯定是要幸运冲刺的，你不如早冲刺，别浪费钱买书了。不是幸运，你以后可以带套子，如果打得顺利的话。那你打不打高臂呢？高臂也是大腿。高哥的12技能。妈，真的，兄弟，你真别讲，真的，我觉得你讲着讲着我就把他打死了。真的，你不讲，我还觉得我挺有信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每次讲着讲着吧，就把我打的宝宝给讲死掉了。我跟你讲，幸运啊，幸运高神，或者说这个，你只能我跟你说啊，不要掉年纪，我那个年纪要保护这个。我的年纪啊，我的神技啊，是保护。什么技能都能保护的，你把力批保护住就行了。不，神技是什么？年纪都要保。神技是保护力批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虽然说力批没掉，但是他妈的，我的保护的东西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怕大推，这高臂我就不敢打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看，不敢打高臂了。打明斯，打明斯。往后推我也怕。Okay 啊、没事没事没事，打明斯吧。野战，招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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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那个，知道吧？招架冲刺不是那个明斯冲刺。不，没必要没必要，没到那个时候。你傻呀？你现在不冲刺，以后你冲刺总是要掉的。你别老这样，被你说的老是在冲刺不行。你刚开始打嘛，你悠着一点啊，兄弟。
你上来叭叭几本书就逮着他妈一批打，你这咋行呢？稀里哗啦的，这真掉了怎么办呢？咱们后面保着打还有点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一个高币一个名次，你是迈不过，你是迈不过去这个坎儿的。老文哥反正要打的，不要感知。哎，你们他妈的姑苏是大鬼区啊！你们的姑苏啊，打反正啊，打反正。这宝宝为什么不要搞反正啊？大波技能格子够啊？要。这格子够啊，肯定要打的。格子够的，我想通过反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不要十字技能嘛，不要会高会高会跟和高感知吧。其实我不想给你打高反正，我怕以后他妈我世博博你的时候弹我一下，真的，我不太希望你们的宝宝有高反正的。但是吧，为了保证我今天晚上打输，我希望高反正能把我力皮往前推。反正在防御前面。你不用看钱财不会掉的，兄弟。怪差一丢丢，你知道吗？跳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没事的，反正又是在第二排。跳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吓屌的了。龙哥，你估计啊，是巴不得这里皮掉了吧，龙哥？你废话，这要是别人的，我肯定巴不得掉。这是我兄弟的，我一定得打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要打成了，我兄弟不给我刷张圣旨啊？你以为我是主播啊？这个时候不要把我想成我要宝宝打成啊！我要这个时候不要把我想成生蚝啊！这个时候就把我当成一个主播好吧？我是要对吧？他妈替老板挣钱，替自己挣钱的。哎呦，你他妈能不能买个驿站旗子？打高层冲刺，反正他妈高币，反正高币我也不敢打，他妈的。打个高层冲刺一下，其实也不用打高层，我可以打高偷这些东西的。哎呦，你早晚要打了好吗？这两本书你比不过去，这三本，名司、高币、高神，总是要打的。能跟你打名司这些啊？大波，名司不干你就晕了。对你别打，名司不干。打高神懂跳位吧？对了，我也不打。壁垒我估计啊，龙哥，你壁垒很危险啊！别打壁垒啊，兄弟！你们既然需要危险，我就把危险经营到底啊！九号位不用看了，九号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一丝成功的希望？我们目前是三加三加八技能的。这个夜战我们可以当成红的，其实还是很危险的。有人说能用了，这偷币息都没有，他妈偷币息都没有，你跟我说能用了？高神进去，我绝对不打高神吧？高神，稳着点，我打高偷。真的兄弟不着急，这宝宝有成功的希望，我们保着打，真的保着打。东哥你觉得会成功吗？东哥啊，你觉得会成功吗？嗯，文哥说会成功就会成功。对呀，我跟你说，咱们打输就是靠一个信念，没有什么打输技巧，就是心中的一股执念。千万别推呀、啊、高偷掉连击、啊、高偷掉连击，谢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掉年纪了。只要年纪掉了，这个宝宝就成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有可能掉年纪了啊！后推了，推了，龙哥。高防，高防，没事啊，安全啊。年纪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掉年纪？怎么样？真的他妈值了啊！今晚这宝宝就该成，你们知道吗？龙哥，这个逼啊，这个逼是真的懵啊！
感觉要成了啊！咱们再打两本红就可以用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十一技能也能用啊，没必要打全红的。那不行，你滚！宝宝傻逼，妈的，能搞一只好宝宝用就不错了。你还他妈要求，给你一个嘛潘金莲，你还要他妈天上的嫦娥？老姚，那我老姚，你听我的，峰哥。老姚，你别高兴的太早，你知道吧？你剩下的书不好打了，高神、宁思、高碧全都是绿皮的位置，你打吧。还有高希，涛哥还有高希。对啊，还有本高希。我告诉你，这四本书哪一本？高碧不考虑，现在就是高神，高神什么？高神。高神。高希。敏思。你挑吧，这他妈全是掉了一批的。我跟你说，峰哥，你还不如之前说。峰哥，这个宝宝如果你能打到十红啊，我也用了。真的，也不要十一红，你能十红再掉两个。阿波，你不要吹牛逼吗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都不懂我的技巧，我不要低叶战，我就要打高叶战。这种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不走寻常路，真的就是要走不走寻常路。你别打，叶战的位置很危险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就要不走寻常路。虽然有低叶战，但是我依然选择高叶战，目的是什么？等会我解释给你们听。我需要跳位，我需要把绿皮往回跳。拿命跳，很稳啊！看啊，跳一手位置，反击掉了，反击掉了。反击掉了，对。别补了，文哥，反击性别补啊！文哥，你是不是打高一的对象不正死你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讲过，老姚，你现在打一本浪费一本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打，你不能逃避那几本书啊！不是不逃避啊，我想把位置动一动啊！文哥别补反击啊！文哥是想不想打太快了？他想有点观赏性。文哥啊，别补反击啊！你傻吧？他怎么可能会跳位？你不打那几本书，他不可能跳位，不可能动的。反正为什么不需要啊？文哥打高神。好吧，我这样想的，打了高。他现在书都是前排的，你去认证一下那个洛言，然后你认证一个，不管是慧根还是明思，都是后排。有道理。哎，你总算给了一个建设性意见。但是我体不满怎么办呢？你体不满，认证也只要钱就行了。取消，知道吧？验证一下。哎，验证个再生怎么办？我操！那就晕死了。哎，有必要验证吗？你不认证就冲刺。我这直接冲刺好了，你空投赛，今天国庆，对，不验证，空投冲刺。我跟你说，高神只有一个机会，打高神就是五五开。你别说，那你别上高神，你打一个。哎，这宝宝打高神，你高神只能落上牌啊，你落下牌不就死了吗？我知道，那高神落下牌，高神不是力劈跳上牌，知道吧？这高手我真不敢打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你想打什么，王哥？你想打什么？打什么都一样。但是今天是国庆节，对吧？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。怎么说？高神在上牌，或者逆批上来。对。逆批能不能上来？逆批。喂。逆批三号位，看看。哎。逆批上来。上来一批大哥，定位去了，好吧，你跳一下可行？那是覆盖了吗？别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有可能前推，不要慌，看看九号，看看十一号位置。别看力批，别看力批，看力批太刺激了，受不了。先下牌，先看下牌。
不用看十二号肯定是高神，80%是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现在只有一种机会，跳位，往前往前推往前推，来力劈出来，力行走，高防跟力劈，高防跟力劈，高防走，力劈在，往前跳了，兄弟，你别他妈直接覆盖呀、啊，兄弟，你跳位不行吗，兄弟？你跳跳啊！我操你妈！我就说不能打高神，就你们在那逼逼叨叨高神高神高神。啊西吧，真的傻，真的傻，他妈非要覆盖覆盖覆盖，真的扑街啦！我跟你说，兄弟，好了，需要了，需要了，需要。阿东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逼就是来坑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不想打这门高神，他们两个就在逼逼叨叨，非要打高神，非要打高神。我就怕高神覆盖，高神一旦妈的跟力劈不跳位就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十二号位置就是高神的位置嘛，他如果跳位的话，他会把力劈挤上去的。知道吧？就算打高壁掉的话，你说不打高壁肯定不打高壁，高壁推位，操一样，都一样。他不跳位，他覆盖肯定死啊。那你打高壁推位不一样死吗？你打明四覆盖不一样死吗？你打高西覆盖也死啊。那照你们这讲法，他妈这宝宝必死呗！不照我们这讲法，这宝宝包死啊，必死无疑啊！死不死啊？死不死？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三十说了算。有没有卖 DP 兽爵的？过来卖一本 DP 兽爵，我打上去，再让我重新回味一下。能不能倒档呢？我要回到我他妈的十二点半那个时候，重新开始。还我 DP 胚子，他妈的哥不打了，就回老婆吧。你别说大海龟啊，文哥，你是有点危险呢，你是有前科的。竹心七号风头好一点，真的，这个东西就看命，你们知道吗？文哥，别这么喝，别别别，你把这个打开，我看一下对一下书啊。知道，别急啊，对一下啊。后面是精神集中和法包，对一下啊。元宵最近都吃过了啊。嗯，金。人生的梦想就在一把冲刺。如果这是我的宝宝，这是我的杯子，即使出来个大海龟，我也乐意奉献。但是这是我们东皇殿下，对吧？我东皇兄弟的两组 A 组杯子，所以我是务必要出一个16技能童子。童子，我跟你说，只要狂炸成就，就一定是16。好。成就包有吧，文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成就你是包出的吧，不会没成就吧？没成就我就直接下线了。你准备充分，来，东皇请指示，是否起飞？行啊你，你不要学那个李大爷了。李大爷的，你给我炸！红子，来了，来了，出了，至少12。那再来，死了。没了没了没了，不看了，就是了，是吗？是我这边有延迟吗？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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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拉了拉了拉了，文哥拉了，十二都没有，文哥看个GLR，我操，这滋滋可以啊！你妈这要是杀个15、16得了啊？这滋滋啊！这成长，你看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成长无关紧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要是15、16的。这资质对吧？还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先不看那个箭头，就看这个。箭头你是肯定没有的，你也不用看。你有个胶儿，你的成就都没出，你怎么可能有箭头？没有。我是你大爷了，给老板磕头了。他妈的，我现在开车是可以到，可以他妈闭点，你看，闭点去不看就为什么？啊，他妈的，天天走错路啊！哦。搞个音乐好不好？哎，文哥直接进了，炸了！来个刺激的音乐，不可能海龟的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飞机起飞！东皇怎么说？飞机员已经准备充分，请指示。
是否起飞？请指示。你快点搞吧，我已经卖了50,000块钱，那么快？来，兄弟，成就疯狂来袭，炸起！一、二、三，给我炸！成就有没有？哎、刚才哪个是说吸血鬼的？成就也没有，这吸血鬼没用啊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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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的 nice 啊，不用回炉了啊，这个不用回啊，